说嘛，这穷酸走到哪儿哪儿就不吉利。你看，你看。哎，夫人，请息怒。比武招亲擂台赛现在开始，第一场由山东巡抚公子蓝大海对山西道台公子黄不停。冯小姐，你不是答应过我在赛场上弹琴助兴吗？请吧。刘兄，你蹲在茅屋里再练30年，也未必是我的对手，趁早回家吧。东方兄，与其吹牛皮说大话，不如早些认输吧。打完了以后让本公子来收场，免得让冯小姐等急了。我们走。哎呦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哎，你得意什么？还有本公子，还有这个穷酸命的。是他了。嗨，姓文的，你的兵器呢？这个就是我的兵器。就凭你这根烂甘蔗也敢跟我的宝刀争锋？我这根甘蔗可不是普通的甘蔗，很甜的，甜得像蜜一样。甘蔗是甜蜜的，刀是血腥的，既然邪不压正，那自然腥也就不压甜了。哎，算命的，这可是我听见你讲的第一句人话。我们今天是来比武，不是来比嘴，你少啰嗦，快来受死。
啊，咱们走着瞧。走，走走走，好痛啊！上了吧，该你了。来呀，来呀！哎，你用什么兵器啊？我没带兵器啊。用你这琴就可以当兵器啊？啊，这琴也能当兵器啊？你知不知道狗熊的娘怎么死啊？嗯，不知道。笨死的！我是真的很笨。来，打吧。我会伤害你的。你怎么可能会伤害我呢？快打吧！我叫你打你就打呀，往这儿打！你要是再不打，冯素贞就不是你的人了。快打呀！打！啊！我你玩真的呀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没事吧？算了算了，我不跟你打了。恭喜知府大人。我何喜之有啊？啊！李公子相貌英俊，风度翩翩，德才兼备，文武双全，学识渊博，武功高强，与你家小姐乃是有情有义，有缘有份，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得此佳婿乃是小姐的福分，乃是大人的福分，乃是夫人的福分。倒霉倒霉，倒了八辈子大霉啊！夫人说的是，真是倒霉，倒了八辈子的大霉了，就是倒霉。知府大人，你这话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那你才是真正倒了八辈子大霉了啊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比武招亲是皇上的御批，你是奉旨行事，如今比武了，你却不招亲了，还说是倒霉，那岂不是说皇上让你倒霉吗？如果这话传到皇上耳朵里，即使不砍你的头也要罢你的官。你想想，今天这个亲你是招还是不招啊？这皇上怎么会知道？你以为呢？皇上什么不知道啊？如今在他身边打小报告的人多了，你这知府的位置有多少人眼红，巴不得把你早点赶下去，好补你这个肥缺。你没事的时候他们就写匿名信告你，如今你有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们就会署名告你。我敢保证，这个亲如果你不招，你的乌纱帽肯定没有。如果你能保住乌纱帽，我就把头输给你。老爷，你说怎么办？哎呀，我听夫人的。还是你拿主意吧。我啊，好说，那就招亲吧。书呆子，还不赶快拜见岳父岳母大人。哦，小婿李兆廷拜见岳父岳母大人。好玩，起来吧。哎，夫人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就不必再焦虑了啊，免得伤了自己的身子。不焦虑，侯爷得罪了，相爷也得罪了，朝中两个最有权势的人都给得罪了，我能不焦虑吗？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，等素贞大婚以后，我一一登门请罪。夫人，你就放心吧。哎呀，老爷，夫人，你怎么又摔了？宫里王公公驾到。那王公公到，你摔什么呀？王公公，他是宫里的太监总管呢，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你说，哎，是不是为了招亲的事儿？哎呀，这个时候他来添什么乱呢？你，哎，夫人，赶快准备金豆子水。什么叫金豆子水啊？哎呀，就是一盆清水，那盆底铺满了金豆子。这个王公公啊，就喜欢金豆子。他洗脸、洗手、洗脚，全用金豆子水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他的喜好啊？不知道朝中大员的那些喜好，我这知府的位置能做到今天吗？啊？哎，倒霉啊，倒霉！哎，我真倒霉。怎么了？那个王公公一来，我就要跟你告辞了。本来是我帮你招了亲，可是我居然不能喝你的喜酒，你说我倒霉不倒霉？莫非你和王公公有什么关系？
我怎么可能跟一个公公有关系呢？哦，舒服，真舒服。啊，足赤足赤，真紧真紧。嗯，哎，公公请。哎哎，一共是101克。哎呀，王公公好眼力呀、啊！我这个人呢，就这么点本事。是啊，不知王公公到此有何贵干呢？啊，我是专门来请天香公主回宫的。嗯，天香公主。天香公主。嗯。啊，天香公主她。嫁到了吗？没见过。怎么？他没上这儿来？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到这儿来过呀？奇怪的人？嗯，奇怪的。莫非是他？嗯，他是什么人？有一个骑驴少年，自称文臭，文臭天香。天香闻臭，莫非她就是天香公主啊？真是好曲子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告辞，文公子，我送你。赶快派人把他给我请来。是是是，知道吗？啊，他可是万岁爷宠坏了的刁蛮小公主。哎呀，要是把他给惹恼了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哎呀，赶快叫人把他请来。是，快快快、啊、小姐，明天可是你的大喜日子，快回去收拾收拾吧。文公子，我和赵婷之间多亏了有你成全，大恩不言谢，若他日有机会，我和赵婷……哎，这么说我就不开心了。文公子，你做事都是凭着开心而做的吗？那当然了，人活着已经够累的了，如果再不找点开心的事情，那还不如买块豆腐撞死算了。好，那我就祝你永远开心，后会有期，保重。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开心的事啊。小姐，我们快回去吧，李公子都等着急了。站住。哎，找到没有啊？禀报大人，公主已走了。再去找找。哎，王公公，公主走了怎么办呢？算了，大概是回宫了，先不必管她。啊，嗯，冯大人，嗯，令千金比武招亲，招的是哪家的公子啊？王公公招了一个叫李昭婷的穷叫花子。哎呀，王公公、嗯、哎呀，小女和她是指腹为婚的、嗯、她父母去世，家境败落，我们早不来往了、嗯、没想到她又来了，而且还得到文臭的、嗯、天香公主、啊、还得到天香公主的帮助、哎、对对对，达到万岁爷比武招亲的御笔、嗯、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啊，侯爷公子、丞相公子都曾向万岁求比武招亲的手谕。对，可是万岁爷的手谕让他们公平比武啊。你这啊，万公公，万岁爷的御笔就给了侯爷公子还有丞相公子啊。哼，除了侯爷和丞相，万岁的御笔还能写给谁呀？是是是是，嗯，自古以来，官宦人家的婚姻说白喽啊，那就是权力与权力的联姻，利益跟利益的联姻。我实话告诉你们，我今儿上这儿来，除了请天香公主回宫去，菊妃娘娘还让我给你们捎个话来，他让我转告你们
要你们把女儿嫁给侯爷的公子。这比武已经结束了，李兆廷获胜。哼，李兆廷盗窃圣上御笔，理当治罪。哎呦，呵，这有什么好犹豫的？哎呀，王公公说的对，李兆廷盗窃万岁爷的御笔，应该治罪。这怕不合适吧？哎呀，难道冯知府为了一个穷女婿，宁可得罪菊妃娘娘？哎呀，这有什么好犹豫的？说呀，快呀！好，来人呐，带李兆廷上公堂。不忙，不忙。我初来乍到的，今天不问公事。哦，听说这妙州城里的古玩啊，都是这个金子打造的，是吧？是吗？嗯，是的，是的，卑职也听说了。嗯。来哎，小姐，这不是老爷的轿子吗？是啊。哎，去，别在我门口，去。哎呀，我都饿了好多天。我打你！喂，干嘛对老人家这么凶啊？我打。老人家，来，来，这些银子，你拿回去吧。姑娘，你真是个好人呐。来，起来。让开！闪开！闪开！让开！闪开！住手！哎，他是谁呀？京城来的王公公。王公公，王公公他在恭迎谁呀？不知道。李兆廷，你是如何勾结奸匪盗抢万岁爷的御笔？赶快从实招来。这是诬陷，你到底招不招？我没什么好招的。哼，看来不给你用刑，你是不说实话的。李兆廷，你还是赶快招了吧，免受皮肉之苦。我和素贞青梅竹马，有婚约在先，此次比武招亲，我又夺得第一。岳父大人，知府大人，若是你想赖亲的话，又何必诬陷于我呢？你给我重打20大板。是。知府大人，你嫌贫爱富，欲加之罪。大刑伺候。是。你好狠啊！禀知府大人，李兆廷昏死过去了。啊，
这以后再审吧。嗯，弄醒他。是，先收监，以后再审吧。他是个文弱书生，再也经不起用刑了。啊，知府大人真是菩萨心肠，放心，我不会动他一指头。嗯，不如知府大人先回避一下，对付这种刁民我自有办法。是。小姐，着什么急呀？明天才是你的大喜日子呢。我才不急呢，我等了他三年，为什么这最后一天竟然如此漫长？因为你着急呗。着急呀，能把时间拉长一千倍一万倍。好啊，你这个小人精，乱嚼舌头。哎，干什么你？我要见知府大人告状的。告状？什么时候了还告状？衙门还开着呢吗？今天大人连夜审问侵犯，你别来添乱，否则连你抓起来一起审问。快走。招不招？嗯，你打死我，我也没什么可招的。你不招，你知道吗？打死你事小，冯素贞一家都得满门抄斩。更重要的是，那个绝代风华的冯小姐会被卖入妓院，沦为……你为什么要如此的狠毒？你从虐待别人的过程中能得到快感吗？你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喜欢看别人的痛苦，尤其是我亲手制造的痛苦。给别人制造的痛苦越深，我的快感就越强烈。这种快感你是体会不到的。你简直不是人！你，哼，李兆廷啊，李兆廷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这么对你只有一个目的，你给我写一份退婚书，退了你和冯素贞的婚约，我就放你走，我就放了冯素贞全家，我也不再追究你盗窃玉笔的事情，不然的话，我就切断冯素贞的手指头，把她送进翠花楼。我写，我写。哎，这就对了，你是好人，慈悲为怀，菩萨心肠，好人就应该舍己为人。笔墨。小姐，等着急了吧？三载相思为故人，只待方知归洞房。笑完啦。血。
怎么了？素儿，赵婷她。她怎么了？她退婚了。赵婷不会这样的，他不是这种人。素儿，这的的确确是他写的，你看看吧。为什么他要按血的手印？这说明他是个无情的人。无情人连眼泪都舍不得滴，他怎么会写血书呢？赵婷是被迫的，无奈的。写手印，写手印，赵婷她出事了，小姐，素儿，哎，小姐，素儿，你回来，赵婷，是赵婷的血，你们给他用刑了。你们为什么要如此狠毒？就因为他穷吗？难道穷也有错吗？这李赵婷，一个堕落成算命先生的人，没有出息，没有志向，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？冯小姐，以你的地位，你的才貌，王公大臣的公子任你挑选，何必非要吊死在一棵朽木上呢？王公公，你怎么跟换了根舌头似的？我的舌头是从娘胎里带来的。我记得赵婷他爹在朝里做尚书的时候，你不止一次地说过，赵婷这孩子人才出众，前途无量。可你现在用同一根舌头说他的坏话，你的舌头生疮了吗？素儿，不可对王公公无礼。王公公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冯小姐今天想不开，是不是啊？可以理解，可以原谅。是王公公。爹，一个舌头生疮的人，你为什么要听他的话？素儿，在王公公面前，容不得你如此放肆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王公公，小女不懂事，被下官宠坏了，请原谅王公公。冯小姐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李兆廷已经走了，他盗窃玉笔那是死罪，我放他走是救了他。赵婷，你在哪儿？赵婷，你在哪儿？赵婷。给点儿。老人家，我想问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算命先生？留得住的，大也不走；留不住的，总要走。老人家，听你的口气，你好像知道好多事，
你能不能告诉我赵婷她在哪儿？人生一半随机，一半随缘。姑娘，你是好人，好人会有好报的。连风素真的喜酒都喝不上，只好啃甘蔗了。公主殿下是否闻到臭味了？哼，能闻不到吗？老子的权势被儿子挂在脖子上到处吹嘘，奇臭无比，臭不可闻。文臭公子真会说笑话。你认出我是文臭了？那天在下有眼无珠，没有认出公主，真是多有得罪。哼，你是色迷心窍。还请公主原谅。说起来你我还是兄妹呢。妹你个头啊，谁让你认出我的，一点都不好玩，让开。哎哎，有眼无珠的兄弟，李兆廷和冯素贞已经结婚了，这下你该不会色迷心窍了吧？嗯，哼。冯素贞，我一定要让你成为我的女人。我等了你很久。哎，我是天底下最没用的男人，是不是？不，你是天底下最强壮的男人。女人是花儿，需要男人用心去呵护，去爱护，去侍弄。他是皇上，我没有能力去保护你，他连我的生命都可以随时拿去，更何况我心爱的女人。我承认我曾经贪慕虚荣，追求至高无上的荣华富贵，可是自从当了王妃之后，我才知道女人需要男人给予的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身外之物。你是最强壮的，你一直做得最好。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要娶冯家小姐。什么？我要娶冯家小姐。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？值得如此大动干戈？我知道娘娘有办法。容易，请皇上赐婚，冯少卿他敢抗旨不遵吗？谢谢娘娘成全。圣儿，今天这事儿，父亲，你这一辈子很失败，不管是家庭还是事业，但只有一样你很成功，你征服了菊妃娘娘。娘娘美丽过人，聪明过人。多谢夸奖。父亲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只要我们能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皇上，请用茶。
香吗？香，花香茶香，人更香。皇上，做皇帝很累，很苦，很孤独，很没味儿。位居天子，荣华富贵，金钱美女招之即来，所以人就没有了欲望，没有了欲望也就没有了动力，没有了动力人就变得胡思乱想了。所以古往今来帝王总是有点怪癖。上天把你赐给了朕，使朕总算有了人的乐趣。看着你每天侍弄菊花，品尝你亲手调制的菊花茶，闻着你散发着菊花芬芳的体香，我这个皇帝总算是没白做。皇上，你夸得臣妾都不好意思了。哎，朕说的可都是心里话。哎，老了。国师好深的功力啊。侯爷驾到未能远迎，老道失礼了。嗯，皇上的仙丹练得怎么样了？侯爷比皇上还着急呀。哼，作为臣子自然要替皇上着想啊。侯爷是在替自己着想吧？替皇上着想也就是替自己着想。老了不中用了。皇上国事繁忙，日理万机。唉，累了，真累了。有时候事太多，常常感觉到有点力不从心。哎，玉仙国师为朕炼制的不老仙丹怎么样了？请皇上放心，我和东方侯爷轮换监制，一定要在皇上授臣之前炼制出来。啊，